喽，维维，大家好，我是梅子。就是这段时间呢，我们回来没有去看外婆嘛，然后很多的朋友呢也想我们的外婆了。确实是我们回来有半个月了，但是还没去看外婆。其实是因为我们回来的时候是一直在下雨，因为我们这边现在在修一条运河，所以说很多的地方呢，有些路是被拦住了，甚至有些路现在下雨了之后，全部是泥巴，车是没办法开过去的。所以说我们现在的话呢就没有回去看，本来想着等那天晴了，但是我们看了一下那个天气预报，要到下个月的时候才天晴，所以说我们就不等了，就问了一下走另外的路，看一下能不能走到外婆家。那我先来买点东西吧，买个鸭子回去给外婆，外婆基本上的话就没吃什么东西，基本上我每次回去给她买的东西都差不多的。我们这个鸭子它是新鲜的，砍小块一点哦，老人家。再去给他买点肉，不是不是，要这一条，要玩要玩，再去买点果。OK， 基本上这些再买点其他都差不多了。这条路我们第一次走，终于到外婆家了，把我都整晕了。走了，宝宝，我们去看外祖祖了，把后面的东西拿上。到了，到了，宝宝，到我们外祖祖家喽。我以前每次回来的时候，走到这里都要喊一声我的外婆，然后她就会出来迎接我们。这一次我不喊她了，我要悄悄地走到她的面前去给她个惊喜。啊！外婆都已经看到我们了，她说她听到声音了。喂喂，外婆在烤火，把东西拿进来给外婆吧，放到里面来。妈妈身体好。哦，哟，又来个了，我给你倒奶。哎呀，猪猪宝贝，猪猪，猪猪，哎呦，猪猪，来猪猪嘞，猪猪。小贝贝，你是男贝吗？猪猪宝了，猪猪宝，猪猪宝。狗，狗我们别躲了。狗，狗，哎呦，宝贝狗狗。哎呀，一回来了，外婆就把她的存货拿出来给这小家伙吃。干嘛？你个奶仔又了。嘿，你说妈的奶奶。嘿，这妈妈还不吃的妈呗。哪位？对。哪位？外婆说她的头发长了，叫我给她剪一下头发。哦，你乖，你你你玩那个吧。爸爸爸，你妈还没下去不？你别我背我捧啊！不出去啊，爸爸，放给外祖祖捡啊，回去不了哎。OK 了，外婆说要看一下他的成果。哎呦，给他别摘呀！曝光了，给曝光啥呀？哎，我外婆这怎么曝光了呢？看不清楚啊。大哟，给他别摘呀，英。过得没呀？有羊。
俺得要。呵呵。啊嘞。啊，那那个。外婆说：“看一下我剪的发型怎么样？”耶。冷冷，俺弄个鳌拜。俺弄个鳌拜皮啊！你哪个啊？你老年人。我我说你翻过，我害你你，我我的吧。不要拿他的，给他吧。就拿什么瓜，每天就拿脑袋。拿着外婆的，拿去买肉买糖吃。有，那一碗那一碗，母害不啦？他说啥？他说可以啦，那么多，拿点给孙子。来嘞，孙子来嘞。啊？阿伯跟咱叫侬啊？嗯，那一碗那呀，拿给外婆吧，不要还。还唔快点儿，还唔快点儿，还唔快点儿，他们孤烂人抱住那那那，那的都烂孤嘛，成那瓜还那么的还以为是那什么？哎呀，他都晒呀嘛，古晒公，啊，都烂成那瓜呗，我。哈哈，外婆老是讲究这些。我们就走了，外婆。哎，爸。啊，走了，外婆。哎，那那那那。阿妈，我。还要聊哎。啊。拜拜。嗯，拜拜，拜。猪猪，拜拜。嘟嘟，拜拜，拜拜，好，那我们走啦。高的青山上，萱草花开放。